怎么样，兄弟？没事吧？二当家的，放心，一直在里面睡着呢。啊，那就行，那就行。怎么了？肚子啊，一直揉着。肚子有点不太舒服。嗨，早说呀，赶快上厕所去，我帮你盯着。这哪使的？哎，客气啥？谁还没个三级？快去，快去！哎，谢谢二当家的。什么？小五死了？没错，我估摸着他该醒了，就去找他。这哪成想，这人摔到床底下死了。昨天晚上都谁来过？我问过辫子，他说没人来。看守小五的人是我特意安排的，我也特意嘱咐过，不准离开半步。传我的命令，接下来半个月山上禁酒，谁也不能擅自开禁。哦，不喝酒也没这么多事儿。大当家的，这小五已经死了，咱这解药怎么说啊？虽然这次没有完成任务，但是你们毕竟下山杀死了很多鬼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跟我们都是一条路上的。我去跟弟兄们解释一下，相信他们会理解的。多谢。安娜，你说的那个条件还有效吗？你同意了？这解药全当是我送你的人情，多谢大当家的。不过，光拍照可不行，你得教会我怎么用那个相机。没问题。你那个弟兄恐怕撑不过晌午了，时候不多了。找个地儿把小五给埋了，跟弟兄们把事情说清楚，少喝酒，引以为戒。是。你跟大当家的说什么了？是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咋啥都不知道？哎呀，也没说什么，就说给他拍照。不是，哎呀，我就以为这个董八天是王母娘娘转世，天天吆五喝六的，搞了半天也是个爱臭美的。我去门口透口气。嗯，哎，赶紧吃吧。得嘞，来一个，快吃。来，老魏。姐，昨天晚上要是没有你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哎，咱这都过命的交情，你跟我说什么呢？行，这也没有酒，我就拿这个敬你一个，来，算我老胡一个啊。龙哥，我想问你件事。说。就是。我们上山的时候不是被搜过身吗？好像没看到胶卷啊。
干什么去？啊？大壮哥，我有点肚子不舒服，去个茅房。肚子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快送钱菜，大家都等着呢。慢点。啊！我还真是得感谢你这批小爷们儿，要不然我还真找不到你。二当家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还不是为你手上的东西。为了他，我可没少挨累。 你是鬼子的人，我谁的人也不是，我就为我自己活着。你一直都在骗我们。寂寞，寂寞，你懂吗？骨肉计，我这枪不是白挨的。哎，拿来，拿来。 没事吧？没事。二当家的，你这成天演戏骗人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你们他娘的算计我是吧？不用点手段，你也不会现形啊？怎么样，被骗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文龙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，慧琪？ 你应该也很好奇，我们怎么会来吧？你们怎么凑一块去了？你是来找这个的吧？没错。你们那个女孩，大半夜到我房间来跟我谈交易，你又偷偷潜到我的房间来。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确实出事儿了，小五死了。什么？你们山上出了内奸，而且。 这个就在你身边，卫七啊卫七，你这上山大半年的时间，几乎骗过了所有的弟兄，连我也差点跟着上当。多亏了文龙兄弟独具慧眼，这才几天的时间，就识破了你这只老狐狸。你们俩是在我昨天晚上走了之后设的局。 没错，那么这件事情说的再清楚一点吧。这个小五，先是提供了一份有圈套的情报，然后莫名其妙摸进了安娜的房间要非礼，逼得我的人出手，让他死于非命，来了一个死不对证。大当家的，您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？ 但是这一切，不过是你的推断吧。小五脖子上的伤我检查过了，要他命的，不是谭小姐那一击。在他们走之后，有人进去补了一下。
就算你的推断都是对的，但是也不能找出来幕后的真凶啊。我知道，要指认，必须要人赃俱获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不过，需要大当家的配合一下，陪我演一场戏。跟我演戏是吧？演戏呢？演戏的人是你自己。魏琪，亏我平时这么信任你，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其实你已经够聪明了，要不是我昨天晚上趴在大当家的床底下偷听到安娜的话，我还真没有猜到你在背后有这么一手。你行啊，可惜啊，娇卷在我这儿。娇卷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他曝光啊？你真以为里面有胶卷吗？在门口、啊，我这次在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七啊，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。文龙他们说你是叛徒的时候，他们所有人都信了。就我没信。你让我怎么可能能信？记得吗？刚从魏家村出来参加东北军的时候，你跟我都是十几岁的愣头青，你还是个新兵蛋子，听见炮弹声躲在战壕里吓得直哆嗦，都笑话你。我问班长，为什么还不吹喇叭冲锋？你吓得头都不敢抬。918，鬼子打进了东三省。我没有跟着大部队撤离，留下来继续跟鬼子干。你倒好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的这叫人事吗？啊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我说过，就算你拿枪当着面给我一枪，我都宁愿相信那是枪走火了。可这一次，你这一枪比打在我心窝子上还狠呢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的兄弟情没了。我魏坤宁就当这辈子从来没叫唤这兄弟。别激动，魏琪，这样做值吗？我知道你恨我出卖了你，但是你知不知道谁出卖了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佳木斯的上级确认我的身份可不可靠，但是你问的人就可靠吗？连长，外面世道变了，我有我的道。什么道？跟着鬼子祸害中国人？你混！带他上山吧，接下来怎么处理请大家发落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来这边，跟上。听见没有？把枪放下，快点，放下，放下！听见没有？放下！踢开，把枪踢开！武器，你不要乱来啊！文清，你有什么要求？你可以说。可以放你走，但你必须把他放了，听见没有？把他放了！退后！听见没有？退后！把他放下！放下！退后！不去！退后！听见没有？退后！
大白天的喝酒你不闷呐？这再说了，大当家刚下了禁酒令，你不知道啊？就管不住嘴嘛！不，不喝了，行了。不是你俩来干啥来了？没啥事儿，这我郭兄带我瞎溜达溜达，正好赶上了。哎，我刚才给郭兄看了个手相，怎么着？给你也看看。 真假的？你还会这个呢？真的。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看看，真的是哪个？我给他看看。哎呀，贺兄，你这个掌纹太乱了。你能看出啥呀？哎，我再看看那个，我再看看那个，比较比较啊。是吧？是还可以啊。比较比较。哎哎哎，你这别闹！ 干什么这是？别动啊！贺兄，你这掌纹太乱了，我俩给你梳理梳理。梳理什么玩意儿？你就松开！哎，严俊兄弟，咱俩可无冤无仇的啊！你这拿枪在我晃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这玩意儿闷一张眼睛，快点的，放！贺兄，咱多大冤多大仇，你心里应该比我们清楚啊？怎么，想不起来了？没事，换个地方好好想想。 啊！不是，给我下手！不是，哎，走吧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！说吧，你跟那二当家的有什么龌龊勾当？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山寨的兄弟们。其实二当家的是刘明堂和日本人的眼线，一直想逼着咱们山寨的。而且魏七已经把咱们山寨的地图交给了小翠青。 大当家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就饶了我吧。那昨天晚上，小五的情报是怎么回事？小五的情报，其实也是二当家跟日本人串通好的，只是借小五的嘴告诉你而已。幸亏大当家提前留了一手，害我跟兄弟们跟了过去，这才替文兄弟他们解了围。那小五是怎么死的？接着说。 让我借刀杀人，其实小五的命不是谭小姐要的，是我后来又进去又补了一下。昨晚这是他给我吃了只鸡腿，说我整闹肚子。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吸了魏七的话，求你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，我错了，大当家的。大家伙都听好了，这魏七是刘明堂和日本人，安插在我们牛头山的内奸。多亏了这位文龙兄弟，设计逼他露出原形，要不然咱们的山头恐怕就要变天了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董霸天讲规矩讲道理，这个咱们在这儿。 把事儿挑明了，李说清了，大家伙告诉我，这解药我给还是不给？多谢。 站着！不是我，不愿意跟死人待在一起，我瘆得慌。好好看着他。是。
舒服吗？甘本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他还在医院养伤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。在这之前，我还真有点担心他。为妻有消息吗？还没有，最新的消息还是今天早上发的。他让您等待他的好消息，胶卷就快到手了。那为什么到现在一直没有动静？应该是在等待时机。给他发份电报，让他不要着急。隐藏身份是第一位，如果没有机会得到胶卷，那就让他们想办法让钢刺下牛头山，放他们走。大佐，这太便宜他们了。你来看看，这个是魏七上山之前给我留下的。牛头山地形图，没错，这是魏七潜伏半年的杰作。钢刺下一步的方向是长春。他们要离开牛头山，这是必经之路。大佐，那您把所有的兵力都埋伏在这儿了？必须切断他们所有的去路。明白了，难怪你会放他们走。他们只要一下山，肯定会带上胶卷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哟西，郭嫂，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聪明了。大佐，您可不要夸我，夸我我会骄傲的。如果他们识破了咱们的埋伏呢？那他们只能困在牛头山。只要他们还在山上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没错，毕竟我们还要为期这条内线。快去发电报吧。是。是不是疼啊？没事儿，就是点小伤。老魏，我问你，如果今天魏青挟持的人不是我，你还会开那一枪吗？会啊，换成谁，我也不能让他再造孽了。其实我能看出来，魏七叛变，你心里不是滋味儿。你上峰背叛了组织，出卖了你，你心里是滋味吗？其实我一早也察觉出来上峰有问题。今天魏七的话，
正好验证了我的猜测。918之后，东北军一路败下来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鬼子这么猖狂，就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面吗？我呢，也想过这个问题。行了，去看看小庄。躺着吗？哎呀，这个毒啊没白中，这说话都好使了。雷子，哎，渴了，这就给你倒水啊，别动。臭小子，你现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啊，过了今天，哎，我明天就不伺候你了，说吧。主子，喝吧。饿了，弄点吃的呗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给你煮面条去。那个大壮，不是有新做的粥吗？给小庄盛一碗，暖暖身子。是啊是啊，那个喝点粥暖暖胃。哈。还是擀面条吧。我想我爹了。小的时候啊，只要我一饿，我爹就会给我擀面条。这牛河山是佳木斯的最高峰。当家的，这城里的鬼子就没想过上山清剿？这牛头山易守难攻，鬼子想要攻进来也确实是不容易。不过他们倒是找人跟我谈过两次，希望我的弟兄们可以归顺他们。不过我没有答应。归顺？没错，他们希望我可以成立一支城防队，由我和日本人协同管理。这条件倒是开得不错。您为什么没答应？我虽是女儿身，但也懂得尊严廉耻。咱们中国人凭什么让他们日本人指挥呢？好，大当家的果然有胆识。这次还要感谢大当家的能赠药给我兄弟解毒，多谢了。要谢也应该是我谢你才对，要不是你帮我揪出卫七这个内奸，到时候他跟日本人联合了，那我牛头山可就麻烦大了。这卫七除掉了并不代表安全，这伙鬼子不简单，还请大当家的要加强提防才是。放心吧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嗯。不知道文龙兄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等小庄兄弟的身体养好了，继续赶路。我就知道我们这庙小，留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大当家的言重了，各有使命罢了。那好，我让小郭下山去探探路，你和你的弟兄们先歇息一下。好，不用，我已经让刀子和铁雷先去打探了，在探路方面刀子是把好手，
连你都夸他了，那他一定错不了。如果你改变心意，想要留下来，我随时欢迎。多谢大当家的美意，我们那的投名状毕竟是失败了。你们肯让出解药，那是兄弟们讲道理。我们要是再赖着不走，那就不太合规矩了吗？啥？说饿。饿。给。喝了。哎。嗯。全喝了。嗯。哎呀，这文化人是不一样，他不饿都逼着人说饿，上赶门了给。谢谢安娜啊。找你的吧。哦，大当家的，贺老三人在哪儿？我有些问题还想问问他。我带你去。好。贺老三，贺老三，贺老三。人呢？贺老三，贺老三，回大当家的人不见了，我俩一直在门口，这人真没出去啊。
热血飞溅，漫天红霞，戎狄未灭，誓不卸甲，征途漫漫战磨砂，一起慷慨。为父。